黑石，那个，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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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把鞋穿上。溜溜，别太吓过去，给我也吓一跳。那个没事吧？大下雨天你咋来了？那个想你了就过来了。我叫的呀。哎呀，没事吧姐？你咋来了？想你了。我以为你不能来了。没有那个，你上回说是你男朋友那事儿还算数吗？哎哎，干什么？鞋上全是雨。不用擦，不用擦，不用擦鞋。啥意思？不敢面对我这个话题是吗？生气吗？我不生气，要不我也不能再来找你。那我离过婚的事儿你介意吗？你要。要不要就是再考虑考虑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认识时间太短了，我怕你也后悔。我不后悔，但是我尊敬你，尊重你的选择。那我等你。 要不这个户口本放你那，放我这。那我这个是给我的一个安全感，算是吧。好吧。那个我能没事，吃饭呗。没吃，你吃了吗？想吃点啥？要不然去对面买点饺子吧。饿了。为啥吃饺子呢？下雨天吗？啊，行，我去。吃饭了，宝贝。等一会儿。咋的了？那个前夫又来找你麻烦了？没有，在玩游戏。啥游戏啊？就是这个超好玩的火柴人游戏，它内置了超好玩的爬塔玩法。开局就一个火柴人，自由选择路径进行打斗闯关。如果数值更大呢，就能击败敌人，吞掉敌人的数值，提高自己的战斗力。而且不用下载，点击左下角链接，立即就能畅玩了。赶紧吃饭嘛！啊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吃饭了。然后拿凳子，别动。等会儿再拿，再拽一个。哎，啥馅儿的？看看呗，应该是猪肉白菜的吧。你爱吃饺子吗？啊？你笑什么？谁不爱吃饺子啊？你笑什么？我用这就行。谁不爱吃饺子？你说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没别的意思啊，没别的意思。你吃完饭晚上干啥去？我吃完饭晚上回家呀。不行，回家呀不是，你想啥呢？回家呀。哎，别吵别吵，我晚上有事儿，我明天有事儿，我晚上得回去。回家呀。回家，你别吵。哎呀，好好的啊，吃饭。那个后天有空吗？你干啥呀？放好点呗，还得放好放点。你干啥呀？秘密。